系够威风，新建嘅侯府似皇宫，佢选立美人为新宠，一朝谋次位，方愁我掌管啊六院三公，六院三公啊！换为只和福吉凶啊！烦请门官老爷通报一声嘛。你是何等样人？天未黑时就发开口梦啊！原来系总管大人，下官失敬。失敬啊，系啦，烦请总管大人帮我通报一声啦。哦，你都有名帖嘅，我要见识见识先得。泽宁院正房源如海，原来系阮老爷到来，我家老爷正在休息，请来。吓、啊？无事，我又点敢偷扰呢？实际系总兵大人去叫我嚟噶。不话，系我家老爷请你嚟噶。系咯。自从我有眼认识你嗰日起，你请过边一个，又有边个请过你啊？行咪嚟，行咪嚟。你擘大个口，睇下你出齐大压未？兵大人回府，我睇你如何交代。总兵大人回府，你同我请，请，请。堂堂太爷官七品，居然被佢羞辱到满脸通红。今日看门黄狗恶似狼，龙游浅水。中哈起龙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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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切门官马官企图马队交还士兵，同我通通小心啲伺候。
陈黎哥。黎哥啦，那狗官口气仲严细啲，话系老爷你请佢嚟噶。我错，定是老夫请他到嚟。大主官，老爷系观音院外同元之院嘅二小姐啊。系啊，抵啦，得罪咗大老爷嘅。未来无穷。老爷啊，你的眼力的确唔差。不过知县嘅儿女早已许配俾表兄兼文文啦噃。小小书生何足挂齿？大主管，老爷要水，随个感动。为眼目标去到原本劝他女儿抢了过来。二爷，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？老爷啊，这小人之见何不明知县的大女婿赵云华为媒名正言顺，岂不为高好好好今日养兵一日用饭土分事我立你一功呀。多谢老爷。小姑吴国长要喷咗当兵啊，门下即
啊，当朝吉门之幸啊。咁你嘅大妹呢？我应承，我应承。切，文王之后。关总兵封盛行，已年69岁，腊月初八亥时生啊！咦，属猪噶喎？属猪。泽离县正堂次女袁玉里年科，年科。哦，问佢啊！啊，赵老兄啊，点啊？将你嘅袁医生神伯仪报一报上嚟。哦。我都污血血了。喂，你是大姐夫来的喎，咁唔记得？唔记得咧，我求其写落去咪得啦。年方18岁，2月初2日辰时生啊！哇，属龙喎，猪龙猪龙猪龙入水啊！两家愿结秦晋之好，立铁金铁为盟，永无反悔，终会照亮嘛。甲子年61日，立。阿赵老兄啊，过嚟打翻个手指模嚟。唔好啦，哥啊，过嚟啊嘛。有请袁大人。Hey!
信受啊！为何生老也不留啊？我这一个患门老受啊！学长啊，你呢啲坐嚟，麻烦请你带回府去啦。唉，你同我一齐翻去，我有事就先去。身为回军啊！也要做到尽头啊！我经过，好啦，我经过，好啦，请坐，艾包将军，今日是四一零，有凳落房，有凳你就坐。
谢道，谢道，谢道。老爷啊，那个总兵大人请你过府饮宴，一定系大醉而归啦。唉，愁闷啊！Yeah.
表兄文文，等我云英金席会呀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啦，因我要损坏这珍贵的物啊！那杯合两啊相衬啊，但愿明月望照新人欢，我两共赴何州礼行，分啊分啊。Thank you.
咗門。
担，睇嚟呢个命相真系太难咯，未知有何破法啊？哎呀，总兵大人，你真系在行嘅啫，破法呢唔系话冇嘅，我又怕你办唔到噃。哎，办唔到我都要听听。哎呀，都系得听阿爸。哎，老姑要听，你即管讲落去。万一我讲将出嚟得罪咗大人，老身就担当不起咯。哦，老夫不责怪于你就是。好。五
者，以后就按庚帖为凭。八月十五，我前来迎亲。老夫告辞啦。咁就好嘛，耽误丧啦。众队友，打道回府。
我一猜远烟轻，一片片冷。
日清，你欲何往呢？我哋系上京，上京赴考啊！哎呀，如此说，我们是同道同路了，同路了，同路了，同路了。更甜。
人再会啊！两位大人请坐。坐。
得迎家眷。大人请勿见笑，下官尚未有夫人。大人你请听啊。
人家到有心远迎，望其见谅啊！姨父姨母，你哋好嘛？嗱，佢啊，梗系好啦。聘早入豪，许早入你，酒早入梅。佢啊，好过刨天嘛！请问老爷夫人？封家花轿前来迎亲啊！哦，老爷，阿封家才红嘅势大，你我都系低佢一等。强强七落英最稳，首席热前列强势逼军，坚
见两位大人。贤之远在，金帖之上你可曾用诶？一我们嘿，你宝刀出鞘得啊，有不尽啊！八道横行人皆共啊闻，宦官要打本上京，集和胜。大人可有此事啊？大人。
元两家结亲，有据何？谁个为媒？府下正出嚟召运华。Thank you.
人。大人啊，
秦安大人见到玉你拖起就走，只见进去都未见出来呀、啊。咩话？咁点算咧？唔得啊，我啊要入去睇下至得喎。咁睇下啦。Thank you.
我，一丝王就难地堕落。参陈官大人，赵云华在，你何之罪？必定之罪，必定之罪。你仲责不轻啊？吓、啊！你乱点鸳鸯怀疑梅正，你应从责警方啊！
落日